嗨大家好，我是老板 Steven。嗨，我是季芳。今天我们带着七个女人还有台湾阿妈来到台北，请问一下阿妈，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台北士林区。为什么来到这边呢？因为这是我妈妈的娘家，她长大的地方。OK， 好像上一次来的时候是我跟季芳结婚的时候，带美国的亲戚来故宫逛一逛，然后过来这边吃饭，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参观这个主厝，主厝，然后吃个饭。好，我们开始。嗨 ，Hi baby， 这是我的二舅妈，然后姨丈的大儿子，然后二儿子、二表哥，然后二表嫂，然后干妈在后面。你好，你好，亲戚很多。对呀、啊。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大嫂。里面有一只，有一间是牛的房子，我都很怕经过那里。哦，那里有养牛。然后这里进去是这个是厨房跟餐厅。这个房子是以前我的外公外婆，就是他盖，然后一楼租给东吴大学的学生，我妈妈跟她的妹妹住在二楼，然后我爸爸刚好读东吴大学，看他来租房子，他是房客，然后娶走房东的女儿，哇，跟我一样，我之前有跟你爸妈租过房子，好像也是，哇，以前你也是跟我爸妈租房子，然后就娶走房东的女儿，这么好，对。今天要来这里回娘家吃饭，所以二舅妈还有大家要邀请我们来吃饭。耶、yeah, ，All right， 还是 All right。嗨。可能那个盼盼说以前这里是养狗的，还有孔雀。盼盼是谁呢？盼盼就是亲爱的表姐。过去的。在这里哦，盼盼。我们来到台北，你的地盘。对，是我的老家。他长大的地方。We were born for flying high towards the morning's new sunrise。 今天我妈妈被邀请回娘家，所以有很多的家人都会来这里一起聚餐，一共有三桌。对呀、啊，这个是一个婚纱会馆。Sophia， 嗨。没有吃过，怎么知道吃？这个是龙虾。我跟你做。非常有嚼劲。是。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乌鱼子。嗯，好特别。这个是跟我吃过的乌鱼子不一样，是一种 snail 吗？这个是 snail 海螺。哦 ，QQ 的。小心烫。好，谢谢。这是佛跳墙哈。哇，那是什么？有九孔。九孔。九孔。很烫哦，小心哦，非常烫哦。对。香菇还有栗子。嗯，这个好像有可能是干贝。好，我要吃佛跳墙，这个蛮烫的，不过它的汤底很美味，然后很神奇的海鲜，外国人最怕烫到嘴巴。嗯，这个栗子很甜，很香。嗯，那今天的菜单。看一下，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lobster， 然后底下有龟条，龟条是面的，这底下有一个 Q 的那个面。Hi Joanna， 你在吃什么？我在吃小龙虾，很好吃。怎么吃呢？它本来里面有一些肉已经挖好了，可是我就把它吃掉了。好，我不会吃龙虾，不知道怎么剥。他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哦，你看，红红的，好美。还有一个人住在那边。Here's salad. You want salad? The salad is really good. 哇哦，味道很好。然后还有南瓜。嗯，不用。不错。
没有后面的苦。Hi baby， 你没有东西可以吃，等一下你再吃，数你好不好？哇，这道叫什么名字？咖啡乐牌，这是金沙酥。哇、wow, ，Joanna， 金沙就是平常不能喝咖啡，今天你可以吃咖啡。喂，甜甜的。吃起来像咖啡，可是是肉。有很多咖啡的味道，甜甜的，像点心。Hi Sarah， 你在吃金沙酥吗？是甜的还是咸的？啊、是吗？很好，一连串住在旁边。我要上菜，为这位顾客。还好吗？啊，太好了，他的菜色很不错。French French。喜欢的很会剥虾，它有一些起司的味道。你可以转，有一点点起司的味道。这个是起司虾，它那个一个盘子里面下面的这个是爆米花。爆米花也是起司吗？比较像焦糖，可能是你同事。开心吧！嗨，我要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表姐的儿子，所以是我的外甥。是中东跟台湾混血，对，所以才会长这么帅。所以你妈妈那边的家族其实蛮多是嫁给外国人的，对不对？好像有一些。你就我们给你妈两个，那我刚好就在这里。Yes， 对。那、啊、这是他们的老三，好可爱。他们有四个女儿哦。哇！冬菇香荔枝醋饭。哇，里面是什么？小虾米香菇，还有荔枝，还有饭的样子。哇。你吃到什么味道？有一个虾的味道。这个是油饭，很香，有那些爆香的虾米、香菇那些香料。那老四的第一个比较简单，它就是一个，它很香，好像有油葱酥和芋头。然后它也是酸面条，就还有小虾米。You want to change a bite? You want to take a drink? Is it good? 你喜欢芭辣汁吗？新年快乐！Bethany， 您在喝什么？有一种茶，我不知道是什么种茶，可是没有甜的。哎，每次鱼来了 ，Joanna 就很高兴。对，因为我跟妈妈很喜欢吃鱼。这是什么鱼？这是石斑鱼吗？Joanna 的鱼怎么样？很好吃，是清蒸的，所以我很喜欢。哎，亲爱的 ，baby 几点要吃饭？等一下还要再一个小时。他刚刚有吃米饼。OK， Sylvia。这个是绿豆糕，然后里面是红豆馅。
很甜，很甜吗？对。他本来有吃吗？还没有，我在吃爆米花。爆米花。哎，最后水果。对啊。差一岁半。Baby 在吃什么？番茄。他敢吃吗？嗯。有一个。嗯。好吃吗？薇薇，你在吃什么？吃凤梨。很酸吗？也有点。我在吃芭乐。很好吃。Bethany， 吃饱了吗？很饱，吃不太下。对啊，只吃一下水果。水果。对。是他们帮我们做的小卡片，感谢你们，好感动，谢谢。嘿，我们来不到两个小时，你们就很快就做出一个这个东西，感谢感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对，嗯，这个是虾米，我来念，我说你。糖果。Sarah， what did you get？糖果吗？哇哦！我们要过去参观那边有一个教堂，然后有落雨松森林。好吗？一起去吗？好啊。你走了吗？大石头都往下面来了。妈妈，这个是你小时候玩的地方吗？是啊，这旁边是溪水啊。我妈妈以前小时候会在外双溪的很多大石头上跳来跳去。以前都石头一颗跳过一颗。外双溪一直往下流，就会看到东吴大学。亲爱的，嗨，我们再踩点浪漫的散步。对，换地方走一走。你爸爸是不是在这里追你妈妈？是啊，我妈妈是在外双溪长大，对，然后爸爸是在东吴大学读书吗？对。然后他是什么时候来租房子的？他大一结束，大二来找房子住。哦、OK， 所以他就跟我的外公外婆租房，那他们大学生住在一楼，那我妈妈那个时候大概国中，然后呢？这个很浪漫，他就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又当助教。对。然后到时候那时候他大概已经二十几岁，然后你二十岁。嗯。有人就要来我的外公家提亲，然后他一听到有人要来提亲，他就很紧张，赶快跑去找我的外公说：“哦，不行不行，那个，这个小女生，我想要娶她。”他就自己当媒人，然后外婆是不是也很喜欢他？对，外婆觉得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所以呢，你二十岁结婚，然后爸爸二十九岁就结下良缘，好浪漫。对呀、啊，哇，没有人，后面是森林，却没有人。哎，故宫就在对面。Someday you might be the president. Someday you might be the star. Someday you might be a homeowner. 有很多客栈没有带你。Play guitar. In the between and all the fun, I'll be by your side. I love you 'cause you're a piece of my heart. 很好。那是 Honey Bird 吗？不是吧？对。Jenna， 你看到什么？不是真的蜂鸟，它是一种蛾，是 hummingbird moth。She doesn't sound fast. Someday you might make big mistakes. Someday you might break hearts. Someday you might just fall. 好玩吗？好玩，好玩吗？开心，很开心啊。In the between and all the change, I'll be by your side.这是二舅妈以前住这里，以前是养鹿，然后老阿娇，老阿娇在那。小孩子才老高兴呀，结果这个
这个最好。这个是什么？桂花，很香，很漂亮。接下来可以配合。好，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我们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台北外双溪看到阿嬷长大的地方，谢谢阿嬷，谢谢。好，影片到此为止，谢谢你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欢乐，第一次来啊，常常来，常常来，可以买一个，可以买一个，拜拜。I love you, cause you're a piece of my heart.